勇气有事吗？还没啊。这游戏会到明年三月啊，现在才过四个月而已。这样，我刚刚这是有教过花的吗？千沼，欸，已经有人可以跟千沼度过时光了。千沼是那个，而且有人跟岩井欸，为什么我今天还有人可以跟一二三啊？干，代表有人的魅力到勇气到四了，然后也有人去解开那个。刚刚我整个糊掉。噔噔，好像刚有丢影格。那他就想要什么啊？玫瑰花束、花篮、名牌香水。和风图案包酥皮。啊，我到底有没有什么是他会想要的东西啊，在我身上。是我还有什么礼物没有买？玫瑰花，我猜不能买玫瑰花吧？落雨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你们都知道？太神啦！南大姐酒吧打工，他那里可以打工是不是？欸，我是不是去错地方了？哦，没错，新宿。一人相声，哦，你们真的太厉害了吧！成人用品店，我想进去哦。但允许你摸摸肉球，靠背，还装可爱是不是啊？どれにします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买了。
真的可以打工耶，应该对女士更出不是很像女士啦。所以没事可以来这边打工就对了。视察行轩这个啊，这么开心。啊，如果我把那个错的送掉了，到时候他就没有那些东西可以送啦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东西都只能买一个而已。今天又下雨了。钱不是重点啊，我要的是家。我要的是加属性的。这两个都不是。版本融资要 up 了。信还有办法再加吗？可以让我选客人，然后会知道说是好的或坏的，不会不会加到我要加的，是不是？恋爱的被我卖掉。恋爱的是恋爱七了，现在有办法再升上去吗？好像可以。哎，囚禁！噔噔噔！囚禁を正しさ、合体です。节制，消耗。噔噔噔！没有没有，我是怕我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够的？これで良いのか？这个没有合过。可もなく不可もなくといったところですか。探りましょう。なるほど。これは強いペルソナです。好啊，先把这两个合掉好了。継承するスキルを選ぶのだ、囚人。さて、どれほどの力を授かるかな。これはこれは。对啊，我在想，我不要先直冲嘞。但是我就是要再送东西嘛。反正到时候那个能力值打出来的时候，我如果用它来打架的时候，它也会比较强。哦，直接升一个30等的，好猛！やめるのですか？
再买一个。あなたの奇跡です。我知道用不到啊，我只是把它合掉，然后再买一只皮可西出来。因为我的盒子又满了。終わりですか？せいぜいあがけよ。今天这个用完，就准备收了。其实今天有下雨耶。今天有下雨。不过其实我没有那么缺知识了。下雨天有什么差、啊？下雨天有差的就是知识。就这个地方读书嘛，然后印象空间跟澡堂三个而已嘛。钓鱼也有差吗？你现在没办法充魅力啊，魅力只有图书馆读那种魅力书，或者是晚礼拜一次洗澡。问他方便。嗯。出门去玩，欸，他喜欢去哪里玩啊 ？OK。那种时髦的地方，元素。追求时尚，那就是元素了。他应该喜欢元素。啊，今天天气不好，去别的地方。噔噔，要注意让你不要吃太多。那我还可以送他好吃的东西，只吃一口。慢慢品味少量的食物，应该是个好主意吧。噔噔噔！你可以监视着你吗？没问题啊。Yes。嘘。嗯。嘘。什么叫巧克力喷泉？放在我家。那我再送你一个松露巧克力，怎么样？他觉得太胖，然后丢了一盒巧克力给我，那我再送一盒巧克力给他。还在下雨吗？原来还在下雨。今天有时间吗？快要加深了。我想念主人，想念
的全身颤抖的女仆。身上也快要加深了。你们喜欢老师还是喜欢那个？还是要去洗个澡？喜欢哪一个？老师跟这个一二三，其实老师比较有用。看我身上带谁就好了，两个都有哎、欸。大老师的打个加一，降噪其后的打个加二，你统计一下。聊天之后比较喜欢熟女日。哒哒哒哒哒 ，run run。全部都老师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你们有什么毛病？就真的找完老师，今天就要关台了，开太久了，好累。嗨，喂，哎，我没有看他是现在是到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没有看是第几个？ね。有话想对我说，请说。想要再多侍奉一阵子，有劳了。有什么企图？好好的捏捏的喵，等一下很有魅力吧？想能增加轮班，要让幼齿的优先，真没礼貌。我想也是，你几岁？他几岁吗？我想知道他几岁哦。好想选，好想选几岁哦。这个家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对嘛。扮演这种角色还挺有魅力的。附近的小孩也都叫我姐姐，姐姐帮我绑头发。拜他所赐，我双马尾的技术才这么熟练，所以才会这么可爱。你这个双马尾到底哪里可爱了？难道说我太自恋了吗？喜之类。ご主人様，你可以不要装。说你到底几岁？不如爱惜一下自己。反倒是我一直在抱怨，太辛苦了。每次过来都让我觉得轻松了一些，感受到了来自村上的体贴啊！难道这就是母爱吗？你需要钱的理由是骗我的 ？What？ 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再也不会指名你了。我有发现，为什么要说谎？真是个坏坏的老师呢。
为什么要说谎？结果他下次来的时候会寄简讯说啊，今天再来找我，啊、不，今天再来找你。好热，快到了，时间快到了，很担心吗？七夕，对不对？七月七日，可是七月七日怎么会是七夕呢？七夕不是八，不是那个吗？农历吗？又要考试了是不是？为什么要考我啊？七夕的时候一定要应景食物：素面、石井寿司饭、金平糖、竹叶。问题有点难，我猜应该是素面吧。正解哟！本来是为了锁饼，啊，变成了锁面素面。日本没有农历，所以他们就过七月七号的七夕，这样很奇怪啊。听起来哪里怪怪的吗？よし。今天就到这边吧。今天把第三个电台破完，然后我们其实开陪了算的时间大概快五十个小时了，虽然上面写 playtime 写42啦，但是中间有一些东西也是有，就是重新重补档啊，干嘛干嘛，还是死掉啊之类的，就其实差不多了的时间，然后。今天就到这边吧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那个明天早上一样，早上九点，早上九点见。大家如果这个粉丝团 YouTube 还没点的，帮忙点个赞。就差几个，然后卡了啊，两个月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终于过了，终于一万三了。好啦，那还在的朋友们就跟其他的朋友们说再见吧。今天也开了11个小时半，算中间大概有一个小时在吃饭，我不无小补。前面没有看到的朋友们，再到剧情没看到的话，再去 VOD 里面看吧。一样，现在还是在成真一些帮忙做精华的朋友们，就是当然，如果是平常你就在看实况的会比较好，就剪短短的。不一定要有什么厉害的后置，甚至你就帮忙剪就好了，就不一定要后置啦。对，然后有什么事情，有什么，反正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直接联络我，想跟我讲的事情，或者是想推荐我玩的游戏，解谜、益智、冒险这类的比较好，去推荐我，再到粉专去跟我说。那感谢大家今天收看。就明天再高调再会，拜拜。再来一个招牌的幸福。